面上可以看到，美国德州休斯顿市区路面严重积水，至少半个车轮高，车辆冒险开在积水路上，掀起大片水花，背景还能听见巨大雷声。屋顶上的积水像瀑布般落下，在肆虐加勒比海造成11人死亡后，贝罗飓风朝着美国德州前进。部分海岸地区的水位已经上升，休斯顿港、德克萨斯城的多个港口都已经关闭。当地的石油工人与民众被迫撤离，不便撤离的民众也加快脚步，紧急加固房屋。So I want Houstonians to know the world, the conditions that you go to sleep.Under tonight will not be the same that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o we will have street flooding. So my request, stay off the roads, certainly beginning at midnight.休斯顿市长呼吁民众严阵以待，因为贝罗的最大风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20公里，为一级飓风，可能带来破坏性大风、风暴潮和超过250毫米的降雨。而德州部分地区也预估可能出现大规模停电。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